前吴玉瑾认爱英国女友，30号再度抛下震撼弹。他在个人官咖向粉丝报喜，公布自己已经再婚，而且要当爸爸的好消息。他写下：“我决定与我珍惜的凯蒂、路易斯、桑德斯一起共度接下来的人生。”宋仲基表示，女友一直在身边默默支持他，并说：“因为有他，让我想变成更好的人，也让我有了想要组成一个幸福家庭的梦想。我们为了遵守彼此的约定，做了很多努力，而且非常感谢的珍贵的生命找上了我们，向外界表达了即将当父亲的喜悦。”粉丝得知消息后也纷纷送上祝福。不过也有网友开玩笑在留言区放上宋慧乔在《黑暗荣耀》里大笑拍手的照片，只能说宋仲基这次从认爱到结婚当爸，人生进度真的是大飙车啊。